大家早上好，我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敬拜了，请大家安静自己的心。哥林比亚华人基督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宣道经文是在诗篇第24篇1到5节。诗篇24篇1到5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想虚谎，不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和华是创造万物、主管万物的神，世上的一切都属于你。你是荣耀的王，全能的神。你说守节心清的才能进入你的圣所。今天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你。必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躺卧在青草地，领我们在可安息的水。也求助我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献上能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以下的时间就求助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专心的来仰望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属灵生命上的成长。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早，今天是守圣餐的主日，首先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曾舍命为你，请大家起立。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活。为你，为你忍受。
下面就守圣餐。谢谢刚才鸟彩弟兄还有开美姐妹带领我们唱一首歌，来纪念到圣餐的意义。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圣餐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死，为我们死亡。因为慧明牧师现在是在安息年当中，所以呢我暂时代替他。那我们虽然开始以前呢就讲到圣餐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就谈谈圣餐以后的我们的一些认罪等等的程序。这个是新城药理混答啊，好吧，我们先坐下来哈，先请坐、啊、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什么是圣餐？来，这里就看到说，圣餐一方面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罪而死的一个伟大的事情；一方面是也是保释托他常常在喂养我们，而且我们期盼的一天的话，在天国上面啊，与我的父，我们天父里面可以在国里吃喝啊。那下来的话，另外一段是讲到圣餐跟基督徒工作的补足吗？其实不是，其实基督一次将这个献上已经够了，但是呢，我们从这边。是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常才在神面前感恩。在圣餐接受圣餐以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罪的过程，因为圣经说，如果我们没有认罪，吃喝神的身体啊，主耶稣身体跟血的话，是吃喝自己的罪的。为了免弟兄姐妹患了这个方面的，我们就有一段啊集体认罪的过程哈、啊，啊，这个集体认罪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一段来。这个是我们集体大家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啊，这方面啊，在神面前赦免我们，洁净我们。这边我就会带领弟兄姐妹读那一个回应的方法，我是先带前面部分，请弟兄姐妹回应哈、啊。这边所说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恳而骨头枯干，你们回应吧。嘿。我与你们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姐妹来，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弟兄姐妹，
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是这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只要我们真心的认我们罪，神的血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罪。所以下面的话，在我们领圣餐以前呢，我们就有一段时间自己静默一下好不好，就在神面前承认，会反顾一下最近或是过去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也在神面前认罪。待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求神用耶稣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现在是赦罪的确据，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第九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确据。然后下面呢，我们请弟兄姐妹读一下圣餐的意义，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6节，一起来。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是为是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看到这个按照哥林多前书所纪念的话，这个饼跟杯都是有很有意义的。饼是代表耶稣身体啊，这个杯是代表耶稣的血，象征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下面的我们就做一个洁净的祷告。主耶稣，求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刚才无论是我们集体的或是我们个人的，我们都得罪你的地方，得罪父神，得罪圣灵的，我们三位一体神的时候，求你赦为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诚心在你面前来，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个不完全的器皿，我们大大小小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做一些事情你不喜欢的，求你洁净我们。我们在此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每天更新，越来越像你，主要帮助我们。也下面的话，当我们在进行喝你的杯与的身体的时候，求你再次洗净我们的罪啊，让我们有更新，每天每天越来越像你。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好，下面的话我就带领弟兄姐妹，请你们我们用回应的方法殷勤我们宣告这信仰的奥秘。会众们，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牺牲了，这是神赐给其他的子民的恩典啊！感谢主。下面的话，我们就大家刚才 Rebecca 姐妹已经跟我们分了，每个人都有手上有一个小的，这个有饼跟杯嘛。好，首先我们先拆开前面的上面一层，里面就有一个饼啊。待会我会想要邀请怜悯弟兄替我们做个祷告啊，在我们这领了以后的时候，请你替我们做个祷告啊。那关于那个领的杯的时候，我请金伟弟兄先给你一个预告啊，替我们做个祷告。好，弟兄姐妹，我们拆开饼的部分。
是不是大家已经领到了？好吧，我们站起来好不好？这个是耶稣，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好不好？用感恩的心领受，领受完以后，怜悯弟兄你替我们做个祷告。好，一起来领主耶稣的身体。刚才所说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为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怜悯，替我们做一个祷告吧。Amen, Amen 啊！同样，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逢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好不好？”我们就看看下面的这个杯下面的哈，下面的汁。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领受啊！领受完以后呢，我还是请经纬弟兄为我们做祷告，好不好？如果准备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好不好？一起来。啊，经纬弟兄，请你替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谢谢怜悯弟兄跟敬畏弟兄。好，请坐。下面主，我们还是我们再点首歌。在他们上来以前的话，我可不可以玩一个游戏？大风吹，我们发觉弟兄姐妹都是玩在外面的哈，好像聚在那边哈。好不好？如果在这个时候的话，请你们再往前面一些空位，一方面是收拾这些有一些距离，一方面的话可以分散的比较好哈。在他们上来的时候，请你们可以走动一下，好不好？走一下好不好？谢。下面我们会献一首诗歌，都归耶稣。愿我双手为主
双足跟主行，愿我双目只见耶稣，愿我口舌颂主名，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一起来唱，有人在为你祷告。Oh,
记得永远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永远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永远在为你祷告。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蒋言。谢谢 Nelson 弟兄，还有刚才泰美还有白明他们团队特别带人唱那首歌啊，有人为你祷告是配合，很配合我今天所说的主题。可以在这疫情下面真是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哈，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其实每家都有一些困难啊，记得就说你不是孤单的，有人为你祷告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做祷告勇士。一直以来弟兄姐妹知道哈，我都是跟弟兄姐妹分享雅各书，雅各书是我很喜欢的书，因为它不但是讲到信心也谈到行为，不是要行为称义，而是说真正有信心的人会在行为可以表现出来的。它里面讲到很多，当时他们说的话就是占据很多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很多的苦难，同时教会里面有很多困难。这方面的话，雅各的话讲到很多题目来提醒鼓励我们啊。今天的基讲的话，其实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雅各是最后一讲，也是到第五章最尾声了啊。这里是鼓励我们怎么做个祷告的勇士，好吧？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来，请弟兄姐妹继续我们一起低头再次祷告一下。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礼拜天在殿里面来敬拜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叫上主餐里面洗净我们的罪，再次提醒我们将自己献上做着活祭，也求求你提醒我们怎么去常常用祷告做个献祭。那愿你的圣灵今天跟我们说话，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需要祷告。就是激励用雅各弟兄所说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不要弟兄姐妹，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我感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多久祷告一次。我感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对我来讲啊，一天最少会祷告两次。我常常说，很多时候一早爬起来的话，我说神啊，谢谢我新的一天，我就马上用个感恩的祷告开始一天，美好一天。在晚上的时候，我今天很忙嘛，
但是不要浪费一天所经受的话，通常是我会要么去抓着雪莉我的太太，要么我自己就数算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反思自己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有什么要认错的，有什么可以赞美的，有什么要还要求的，然后跟神祷告以后才睡觉，睡得甜不甜的。所以我问弟兄姐妹，你多久祷告一次啊？我感觉到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啊，最少一天祷告两次，当然越祷告就越好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我就不重复了。我很喜欢一个，就是 Brother Lawrence 的故事。这个弟兄很会祷告，他常常祷告，做什么事情就拉着神去做，一次次祷告。其实他学习到如何在生活里面与神同行。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就用雅各弟兄这段经文第五章来鼓励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下面我们就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为自己祷告，第二个是为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第三个是更旷的环境哈，就是国家社会来祷告，最后是为了神的国度来祷告，福音事工大使命来祷告。所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谈怎么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好不好？我们请姐妹听我们读一下，姐妹来。你看到哈，雅各弟兄在这边开宗明义跟我们说，你要常常祷告，甚至你受苦的时候要常常祷告，有喜乐的时候也该歌颂，就做一个祷告的人。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Brother Lawrence， 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拉着神去做，在生活里面很多方面的话去敬仰神，他喜乐是个祷告，苦难的时候祷告，常常祷告。我也是在学习，你知道最难是什么？在苦难里面能够还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用个赞美去祷告是很难的，因为在苦难里面的确是很难过嘛，在难过的时候还要赞美还称谢神的话，的确是很高难度的。但是你知道啊，如果你在苦难里面学习能够祷告赞美的话，你就发觉到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在苦难里面还可以祷告赞美的话，就表示你对神非常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祷告是特别棒的祷告。这个我在学习啊，我就引用一段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当时候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以弗所教会里面，当那时候他们被打的时候，在打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他们还唱歌赞美神呢。好吧，我们请弟兄来念一下，来。所以看到他们在非常急难的给人打得要死的时候，在监狱里面，但是在这边缘的时候还是唱歌赞美神，哇，这是非常钦佩他们两位，真的属灵伟人了，在困难里面还可以赞美神哈，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也在学习当中，因为是有时候在困难里面真的很难，甚至考高也很困难嘛，是不是？可能根本就不想开声了。但是我们要在你不想祷告的时候还坚持祷告是最棒的祷告啊！而且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来赞美感恩的话，你发觉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会在你面前展示。当时候当我们祷告以后呢，你知道吗？当时候大地震呢，狱门也打开了，狱卒看到以后怕到他们可能以为他们走了，就马上叫很自杀，保罗说没有，我们没有走，
所以没有走的时候他说你不用担心，那狱卒说怎么搞的，你们这边是怪人啊，受苦难的时候还要赞美，这又门打开不走哎。他说我应该怎么做，你当相信耶和华，你还有你的家就必得救。其实听说这个狱卒成为以后他们教会的很重要带领人物。当天属灵有地震，我经常接着我教书国外不同地方去做短宣的工作，果是很好，经常带我布道校园去布道。好像那天是礼拜二，礼拜二离到一个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英国学校叫 University of Essex， 也不错的学校，那边有一个他们的同工是个姐妹来的，他们做一些学生工作。哦，是啊，礼拜二不是我们聚会的时间，大家有上课的哦，也很忙哦。哦，到处去走，反正我们难得的话我们还是今天晚上办个聚会啊。那他去收购一些买一些食物，发了通知，然后来了哈，在那边快要聚会开始的时候，除了我们三个一个人都没有，快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准备诗歌各方面食物已经排得很好的，但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只是我们三个人。但我的性质说其实服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忠心，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尽我尽我所能，其他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信主不是我管的事情，是神的灵的管的事情，我尽忠。所以没有人来的话我们怎么样，我就低头祷告了。而且现在姐妹放那些音乐美妙的诗歌的音乐，我在那边祷告赞美神。当我唱完歌打开眼睛的话，哦，几个人就出现了，不多，十几个人出现了。那我们当天晚上我们有两场了，一场讲完以后呢，那请他们吃东西，有兴趣的话继续留下讲第二场。所以当天呢我们下午的话吃饭以前就讲第一场咯，第一场以后有看他们喜不喜欢，喜欢的话留下来。那其中有一个人走了，他说我真的有时间晚上不可以来啊，其他人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的话我们一起吃，吃完以后呢我们怎么样一起又听了另外一堂了哈。结果呼叫的时候今天晚上好像有七八个人信主，这个是个照片呢。当天有地震，属灵的地震，最少对我心里面是个地震。可以发生这种事情的一个，那天晚上竟然是大丰收。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怎么可能？所以从那次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去领会的话，就是一两个人又不出存在，我还怎么样自得其乐的，勉为其难嘛，哦，还是要赞美神，因为我要等待地震，不是我做，乃是在神面前的对神的信心、期盼、感恩，就是我们信神是真的神，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现在的情况，或是你还是你家人面对很大困难也好的，我希望你当然可以祷告求神来帮助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学习好像保罗希拉一样做个感恩赞美的祷告，说不定地震会在你家里出现，不是这个事在那里，不像一个 physical 的地震啊，这是说属灵的地震，看了神的大事。
第一层是为自己祷告，第二层是为教会祷告。好，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来。刚才第一段18节，弟兄雅各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祷告，你喜乐祷告，有苦难祷告，你个人常常祷告，以祷告为你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常常拉着神去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且怎么样，这边的话教会弟兄有没有需要他，有为他们祷告。哎，你看那经文的话，你不是进步是被告，你就长老嘛，哎，下次我们有病的话，你说我们电话，麻烦你带朋友过来替我们治病啊。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你看经文，经文其实你要看看前后，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哦，我们家里有病的话就找 Chuck 啊，或是店长老过来怎么样，拿瓶油告一下就好了。我们看经文要看它的前后文。这个病呢，这种病是有特别的，是什么病呢？是这个病人怎么样，他是犯了罪的，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是特别的哈。而且他们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应该请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是复数，不是一个，不是只是 check 一个长老，其实怎么样，是代表教会意思，教会的领导，他们可以过来奉主的名，用油摸油的话，其实很早期的时候他们用油是做一个比如说 massage 的按摩用的，就是给你舒服一点的，有点药物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就为他祷告了，而且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好那个病人。如果他犯了罪的话，就蒙赦免。换句话说，有一些病症是因为人的罪的原因，病榻在床里面，如果他在病榻里面悔改，然后呢可以邀请教会的领导，牧师也好啊，长老还要过来给他祷告。但是这个前人嘛，前提说他要认罪，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那就治好了。我知道有个牧师他分享得很好，他说啊，我的经验说啊，这个经文不是说每个情况都行的啊，不是说一祷告就灵的了。他说同一个礼拜里面他试过两次，一次的话趁他去拜访的时候祷告就好了，同一个礼拜今天你放完了卦不好哎。所以这个是有条件的特别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发觉到你属灵方面是有亏欠，知道你很多时候生活里面你发觉很多难处，甚至你病痛，家里有很多困难的话，你愿意在神面前反省洁净，你和教会的领导长老也好，牧师啊，到你家来拜访，而且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高某，我相信会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想说，我们要常常要为我们肢体来祷告。从这经文里面不但是讲医治，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是吗？我们要打开眼睛去来观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我们礼拜五晚上，我跟薛里，是我啊，我们特别去，我去看在 Zoom 上面看一个讲座。这个讲座是讲到在 Internet 上面，在网络上面去怎么做牧养人。这边有几个代表啊，有是台湾的，有北美的，有香港的，他们在谈论在网上面的话，特别在疫情上面呢，他们去怎么去照顾啊一些病人，而且是弟兄姐妹们哈，去安慰哈。啊，其中这位牧师在中间我确认的这位牧师，他的分享令我很感动。他说在疫情上面，在台湾发生的哈，当时疫情刚刚开始的话，大家都很紧张嘛，都不敢出门了哈，也不给实体聚会了。但这个牧师非常好，他没有忘记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特别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他也上不了啊，他不懂啊，他不懂怎么叫上网哎。手机那些无线手机的不懂啊，就是用一些旧电的手机，所以他们教会有一些老的老一辈的我们弟兄姐妹肢体的话，
很需要关怀，一个人老人家家里面可能病的，很孤单的，也可以不出去，有没有人帮忙，他们也会很困难。他分享，他说怎么做，回到教会里面，他安排他们下面的一些同工帮忙，先打电话，打电话到那个足够打电话他们教会的一些老人家，首先问他你还好吗，问他身体怎么样，然后就说你会用电脑吗，会怎么要个帮助你上网吗，可以吗，我们现在网上聚会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教你怎么做吗。完了以后讲了这个的时候，马上将电话传给牧师，就是那位牧师，牧师在这边电话里面逐个为他们祷告。他这样做了100多个，在疫情上面牧师没有忘记他的羊群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我们要需要常常打开的眼睛，因为很多人有问题不告诉你的，但是就是确确这个时候他们心理压力很大，很需要，很孤单，就好像廖沈弟兄带我们唱诗，告诉他们说有人为你祷告。但不要只是看长老跟牧师，因为我们认识不多嘛，接触不多嘛，其实在小组里面呢，我们每个小组团结的话，你要打开眼睛，有没有些以前有来的现在没有来的，他去沟通了嘛，主动再打个电话，怎么样呢，好不好呢，有需要的再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拜访他们，因为教会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关顾跟鼓励祷告。好，我们继续下去好不好，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所以刚才就说，就是长老啊、牧师啊，很多时候带领去探访病人。我很钦佩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昆明的汤牧师，还有我们昆明牧师哈。汤牧师很喜欢去医院探人的，他没有告诉你，但汤牧师是非常忠心的。在疫情上面，他特别申请一个可以去医院的证。在疫情上面爆发很厉害的话，去医院祷告哎。昆牧师很多时候去监狱祷告哎，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很需要。好，弟兄来，一起来，弟兄。所以这边说，一人的祷告特别有功效哈。希望牧师长老哈，这个是教会应该是属灵比较能够带领的人，代表教会去帮助他们，他们认罪悔改的话得到医治，一人的祷告特别有力量。我们第三层呢，不但是为自己，为教会弟兄姐妹需要，也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这里面的经文雅各书就引用了当时候以利亚，以利亚当时候呢，为当时候一个很败坏、属灵败坏的以色列国来祷告。当时候啊，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16到18节，一起来。但是你呀，就是很为当时的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来祷告哈。他有祷告不下雨，然后下来的话祷告又下雨哈，所以他很多时候为他的国民、他的同胞来祷告。所以这个时候不但是为我们教会眼提的教会祷告，我们需要打开眼睛，也为了整个社会国家祷告。因为呢，国家领导人管得好是我们的福气，如果管理得不好，我们自己会受到很多的困难的。比方说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的话，我们就需要祷告啊。大家知道啊，最近高等法院是在
讨论的话，多太烦了，知道吗？我们希望为这些事情祷告。有很多人说这是我们的 right，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圣经角度来讲的话，堕胎是不应该的。在没有出生的话，那个在妈妈母的即使已经是人来的了，神所知道的。如果堕胎是杀婴杀人的，但是很多人不懂得，他就说这个是我的权利，你管我什么？这个是我个人女人的基本的人权。所以有时候讲也讲不那么通。所以现在美国国会呢，在高等法院里去讨论这个事情，希望为现在为这方，为了国家属灵社会来祷告。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蔡传大会里面，我们请了郑牧师，啊，连理牧师来嘛，哈，连理牧师传道说，他很注说，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社会很多败坏的问题的话，其实一个很重问题是话，我们像人类里面一个基本的单位，家庭被摧毁了。神造我们社会里面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但家庭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就出来了。婚前性行为一大堆，同居，结婚以后婚外情，同性恋，一大堆的问题。今天面对的美国很多的问题，世界很多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非常主要原因是，基本神所高立的主要人人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单位，家庭，深深被摧毁了，给我们下一代很多的问题，吸毒啊，滥交啊。我们做父母做得很辛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像更多的国家的人民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不单是这样啊，我们说我们为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缅甸教会在这边聚会吗？也为他们的情况来祷告，因为他们现在国家还是面临很大的镇压的情况。我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最近我看了个新闻，美军不是退出阿富汗吗？一退出以后，塔利班就掌权了。现在阿富汗里面社会秩序很困难，很多事情正常公司不可以进行。这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家庭将他们刚生出的女孩卖出去，卖了500块，为什么不卖出去？他就没饭吃了。我看到的新闻，我感觉世界的确不公平。我们可以坐在这边那么安逸，那么舒服，有多少的人啊，连吃饭也问题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祷告，不要忘记他们，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要祷告。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身处一个非常安全安逸的地方就以为没事情。全球大部分人口绝对没有我们幸运，很多人在痛苦当中，包括很多世上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怠慢，要常常举起你的手，你的爱心用祷告走出去。要不要做个祷告勇士？一祷告一天祷告几次？你说郭老师，我没事没事，你祷告哎，我没需要啊，你没需要啊，
世界很多人有需要，他们念成饭的不行啊，叫卖儿卖女，他们还是人呢，是不是？他们还是人啊，他们同你跟你一样是上帝的形象我造的人，不要忘记他们，举起你祷告的双手，为世界很多没有信的人常常祷告。不但是为他们身体的需要祷告，更需要是为他们灵魂祷告。所以最后的祷告的内容是福音神国的需要祷告。我们一起念一下19:20，来，所以看到这个经文所说，是特别为到整净灵魂来祷告。所以首先我们看看教会里面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很久都没有来，可能他家里有些困难，或是属灵方面他可能走远一点点的，但是不要放弃他们，你要主动去给打电话，或者怎么样啊，请个他吃个饭，看看他情况怎么样。如果他走歪了走远的话，希望可以劝他可以回转。他们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四迷正道的人，有人使他回转，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面转回，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了，而且遮蔽的很多，遮盖的很多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属灵眼睛，看看你的小组里面，团契小组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久都没有来了，你可以主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情况怎么样啊，甚至的话方便的话请他过来家里吃个饭，让他可以将心里话跟你说。如果他比较走远的话，劝他一下，鼓励他一下，不用骂他，因为这样祷告另一些比较世上的走迷的就是能够缓救的话，就缓救个人了，可以掩盖很多的罪。我们要做个祷告的勇士，不但是祷告，我们走出去就接触很多需要，现在要么身体有需要的，要么灵里面在迷惘摸索当中的很孤单的人当中，我们就接触他们。在疫情上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很多需要，但保罗说无论传福音是得时不得时的话，你要用极大的耐性各样的教导责备人，告知人，鼓励人。传福音是没有疫情不疫情的事情，都要出去的。这个礼拜四晚上，我们这个书呢是讲到现在在北美一些教会所推行的话，幸福小组的事情。有些弟兄们可能晓得，有些弟兄不晓得哈，什么叫幸福小组？幸福小组这个运动呢是从韩国开始的，他们用幸福小组的方法啊，福音果效很强，所以呢这个风呢就吹去了。在高雄高雄牧师里面，他们用幸福小组的，幸福小组什么意思？因为现在传福音很困难，因为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了，都不需要你啊，物质什么帮忙哦，各方面很好啊，那没有需要的话他不会找你的，就很难跟他建立关系嘛哦。过完他就来教会，这么说很多教会的话都很难 找人了、啊、所以幸福小组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他们比较容易的方法成为一个小组，其实是个福音小组，然后怎么样设一些小礼物，唱唱歌，做见证，一个短信关怀他们。他们也分为不同小组，然后邀那些你认识来，用很轻松的方法，他们生以跟他们说一下，有祷告有分组，
给他们感觉很温馨的感觉，跟他们有家的感觉。现在人啊，吃得很饱了，不需要你的钱了，不需要你的食物，但是呢，他还是孤单的。如果他真的人爱他、关心他嘛，对他们有吸引的。所以呢，从韩国开始到台湾，后来的嘛，吹到美国来了。这个教会就是 San Diego 的教会，是很蒙福的教会。啊，他的主任牧师叫啊林祥元牧师，是很有名的美国的牧师。林牧师他说，归购的话，他反省念里面在教会的所事情哈，第一个十年里面非常吸引。自己送上门的很多，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市民有很多人，他们教会增长得很快，就职堂了。职堂以后呢，第三个十年就很注重宣教，但第四十四年嘛，发觉到奇怪了，现在呢嘛，很少人教会嘞，很少人主动来教会的，连他们教会那么受祝福的教会也遇到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呢？他听到哦，有幸福小组说嘛，就特别一批的同工飞了去台湾，搁高雄里面听他们的分享，听完以后很感动，感动以后呢就回来加州里面互动的话，教会做幸福小组，在团契里面抽一些兵出来，成立幸福小组，其实就福音小组，用一些很温馨的方法吸引上的朋友过来，哎，蛮有果效的。所以当天呢，我就去学习了林祥元牧师，就分享一下哈。他说是教会近十年里面来的人很少哎。其实大家也感觉到哈，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吗？很多时候福音工作很难做，所以那么穷的变，变着通，他们开始的去学了。哎，过来的话，回来的话，发觉到哇很好哎，他用这个方法。刚开始疫情下面的话，就组成有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啊，就开始组成啊。啊，这边小组哈，这边啊，那边他们组恩堂组，然后呢，他一届有办一届啊，他们很好玩的，有所谓的幸福小组、喜事大会，好像是蔡兵一样，再派他们出去啊，在崇拜的时候，一大堆的幸福小组哈、啊，好像派一张军队出去打仗一样啊，在教会的话，荣耀的蔡派在这边。啊，疫情怎么办呢？照办，在疫情上面，在 Zoom 上面照办。继续办哈，很感谢主，他不因为疫情状况就放弃了他为慕道朋友祷告神国的扩展。我感谢那么有意向的牧师，我感谢那么弟兄姐妹还有热爱灵魂的心，而且愿弟兄姐妹摆上去，用他一点点的力量，可以煮饭的，可以做小点心的，可以说准备游戏的，就像我们亲爱的我们的邻居一起来，感觉在基督家里面的温暖，因为他们很需要。所以我听了很感动，我现在祷告，我们搞个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也做呢？穷的变，变的通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诸般智慧试试看，不行没关系，意味着吧，我做了，我在神面前没有无愧的良心吗？是。有没有人来？有多人信主？交给神。但是怎么样？我就不是只坐在那边，待在那边，动弹不得。你有弟兄姐妹，逆水行舟，不进得退。你不往前走，你就是萎缩退步当中。你同意吗？当你不走出去的时候，你往往就是变成一池死水，没有蒸发能力，结果怎么样？连你自己灵里都萎缩的。所以我要祷告，我现在是要想，如果是搞福音，不是为了传福音，我是更重要是关我们自己单位的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所以为什么郭老师苦口婆心跟你说，弟兄姐妹啊，现在啊有机会耶。我不是上次跟你讲到说，我不是说开始什么呀，带了弟兄姐妹不用买机票去欧洲短宣吗？
我这边带他们信以后，带他们出去，哇，他们在网上面互相分享，在意大利的、法国的，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大家一起在疫情上面很困苦的时候，大家一交心，哇，那个圣灵火就嘣烧起来，你就发觉原来世界那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的，我不孤单呢，而且你的分享啊，你分享激励很多的人流泪，就烧起来了。连你自己也很兴奋哦。我记得我上次的带一些弟兄姐妹过去的时候，晚上过去，我记得说用小组的方法，我们有69个人参加，里面有法国的，有瑞士的，有瑞典的，有德国的，有英国的，有意大利的，有69个人参加。我前几个礼拜跟你们不是推荐一下，如果你喜欢，跟我去。4个礼拜，下个礼拜天开始，2个小时，2点半到4点半，相信，带着你走，尝试4次，这是深入的小组的分享，互相激励，就是敢鼓励鼓励，需要一些跟其他有序的肢体、异常的肢体，你就动了，你就滚了，做个祷告的。走出去，感谢主。昨天晚上我查看一下，现在报名啊，已经超过90几位了。但是郭老师啊，好有野心的。我这个人很偏心的，偏心不是偏慕道朋友心，是偏什么心呢？是偏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因为在座弟兄姐都是我们同个教会的，都是很关爱的，我偏你们信，我很希望你们可以走出去。明天报名是最后一天呢，因为下个礼拜就开始了，我们需要组长，我们需要群组，如果你有时间愿意的话，常常干4个礼拜嘛，我待会会在门口，我有个单张给你，你有兴趣的跟我要。还有一天报名哦，希望你跟郭老师还有一些同工一起走出去。雅各书是一个信心跟行为的书，就是说真的有信心的基督徒一定有行动，无论是他品格方面的反应或是他的行动爱，都有具体的行动的。你愿意走出去吗？其实不是为了其他人，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活泼属灵的生命。因为你有个活泼属灵生命，你自己的家是很猛大的猛虎的。当你属灵很萎衰的时候，你又不开心，很闭塞，很困难，想走就走不出去。所以我跟你做邀请，还有你的报名，你有兴趣的，我待会在门口等你，我一张单张给你，你扫一下就上网了，好不好？做个祷告的勇士，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借着弟兄雅各的宝贵书信里面都很多我们的鼓励，他最后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们周遭的肢体祷告，为了我们国家社会的祷告，为中国祷告。有多少的我们的中国的同胞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现在都有是在困难当中，非常孤单，也为了你的国度祷告，主用到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信心与行为一致的基督徒，
做个祷告的勇士。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请坐。
先生报告，谢谢。执委会在昨天开了每一个月一次的执委会的会议，下面呢由我来代表执事会给大家有一个简短的报告。我们先就是说帕斯昆明的那个安息年实际上是安息半年，在九月份开始到明年三月份结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会利用这段时间，一方面呢是休息，在身体上和手灵上面来沉淀，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旅行，同时呢他也也参加了很多的一些会议，同时呢，昆明牧师呢也在 CIU 上课，他做一个上一个博士的一个课程。上次已经说过了，牧师一家呢，他们是在这段时间呢，就去参加了一个 Sand Hill 的 Community Church， 那是一个多文化的一个教会，所以昆明牧师也希望在这里面呢也得到一些启发。我现在呢，这个我们的牧者关怀部分呢，在中文部分的话，我们有 Pastor Tom， 现在我们有蛋长老和 Chuck 长老来负责这部分的事情，我们为他们一家继续为他们一家祷告。下一首。我们上个星期晚上，我们星期五的晚上，我们29号有了一个 Churchwide 的一个音乐祷告会，我们感谢主。这个已经有不少人参加，往下走。感谢主，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真心，神对我们的教会的供给呢，一直是源源的不断。所以呢，在一般的奉献方面，我们的财权奉献方面呢，我们都是跟去年都实际上比去年还好。今年10月份为止呢，实际上10月底为止呢，我们的那个财权奉献呢也达到了76%，就我们预计的76%。所以也是感谢弟兄姐妹的真心奉献，求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即将到来的活动呢，我们就是20号，也就是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呢，我们有今年的一个感恩节的一个晚餐。我们是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继续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疫情以后的第一次的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聚会。我们希望待会那个详细的，我们待会下面可以再看一下。21号呢，我们有我们的会员的预备大会；15号，我们有的会员大会。这个15号的一天呢，希望大家来，因为我们有一个 quote。然后18号呢，我们有我们的圣诞节的庆祝。下一张。在实际上应该有一张没有放上来，就是我们的感恩节的一个晚餐呢，我们是今年的形式要稍微不太一样，就是说呢，不是像以前的那个 potluck 形式，我们是希望呢弟兄姐妹们呢有几家来准备几个大一点的食物，比如说鸡啊 ham 呢，然后呢我们有同工再把这个食物在这之前准备好了，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所以同时呢，我们也为了更好的统计人数呢，我们这次呢要需要大家报名。我们大次在网上在电子邮件里面会给大家发一个电子邮件，就是说呢希望每一个人都报名，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饭吃了。报名的话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你家里面有几个人参加，并且呢有12岁以下的人有几。同时呢，我们也看你可以带什么样的食物过来，
这个带食物是就是说是一个 optional 啊，就是说但是呢带的食物要比较多一点，到时候详细的大家可以在在 email 里面和那个微信里面我们会大家再发给大家。好，谢谢大家。我们下面是蔡医生同志。好，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欢迎新朋友，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有吗？好，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欢迎你。还没有其他的新朋友。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几个报告事项。啊，我们感谢神，那个明年的那个财产的信心扔线跟我们的预算已经快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看下一个。好。四班今天呢下午1点就是结束以后马上就请那个四班的成员到会场里来练诗，要为感恩节的演出做一些准备。就感恩节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是下个礼拜六11月20日下午的6:30开始有节目，在5点开始呢有聚餐，所以要刚刚经纬已经说过了，要稍微登记一下，所以呢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一下，然后可以到上面去登记。这个单张上也有，你可以对单张扫描。还有一个就是教会里的那个姐妹会议，这个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会议，是这个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45。需要信息的话呢，请跟区下姐妹联系，她在协调这个事情。好，奉献我们有教会有多种的奉献方式，你可以把支票投到奉献箱里面，你也可以上网奉献，你也可以把支票寄到教会的邮箱里面 PO box 里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为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祷告，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为我们教会宣教士丁丁和当当他们一家祷告，他们在东亚侍奉，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好多的计划都有了改变，他们要在网上来传福音，来网上来服侍当地的人，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能够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能够利用这个有智慧能够这样来网上线上这样的更好的来传扬福音，要为他们的生活来祷告。好，没有其他事项，我们请郭长，我们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郭长老我们做到。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感动，这一周与我们还有我们家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慢慢成为一个你喜悦的祷告的勇士。因为的确很多人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默祷散会。